大强走了，我大强走了。谁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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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怎么人都走了呀？我可以。谁聊？谁聊？谁聊 ？OK， 吃饭，我可以吃饭。OK，OK，OK。我也能吃的。我一出生，我说我脑淤血，我脑子有点瓦特了。然后呢，我就一直从这个实验室往出走，然后碰到了野猪九月之后，和他们聊了会儿天之后，我从这个下面往右边走，走走走走走，然后这个修可爱和这个贤成月就一直在我屁股后面娘着我。哎，我觉得就是说修可爱肯定觉得我威胁很大，想把我杀掉，然后对吧，所以他们两个一直娘着我。修可爱屁话不说，背着他那个小鱼竿就一直在追我啊，所以我为了我的自身安全，我手起刀落把他杀掉了。我是好歹啊，贤成月、九可爱两个人，双狼，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两个都是屁话不说，一直追我的啊！你信不信看你们，我好歹我已经我投票贤成月过。包包这一刀不像是好带啊，一个是速度太快了，一个是报警的时候他没有第一时间开麦说话，反而是顿了一下，估计是没有想到是自己报的警啊。我是鹅啊，我跟那个王大萌去那个隧道里面去报身份去了，然后但是羊刀宝宝过来了，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但是我暂时只能保一手王大萌想投包包过。说实话我也不是很信这一刀，因为不应该啊，就是如果是说两个人就是跟着你的话，有没有可能他们只是想去到哪个地方，然后你就把他刀 了，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是你有点太害怕了，你不得不把他刀了，然后或者是把他嘴了的感觉。反正这一刀我不是很能认啊，就像大强所说，我有点想说包包啊，阿过。包包你没有看到我吗？我也在你们后面啊。我出生一上来我在那个盔甲了，然后看到小修，然后他一个人就往下面直勾勾的走，然后贤成月也在，他俩在我前面走，我就跟着他俩，然后跟到那个就书房左边那个通道那个地方，然后当时我是听谁的那个好像是贤成月里那个话筒里面就一直有一个拍空格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然后也没我还以为是他刀的呢，然后他说我操，然后就拍紧进来了，我以为是他刀的，然后但是包包认刀了，所以我也有点搞不清状况，我也不知道他俩是想双刀没成功，然后包包报了个警，还是说就是贤成月刀的包包跳出来帮他扛，好吧，我的信息就这么多，你们后面盘一下，我也没搞明白啊，过了。OK， 王大萌发言，那要这么说的话，我倒是有点相信包包了。因为说的非常符合现实，就是一直猛按空格往下走，珊珊听到了那个声音，然后最后贤成月一句卧槽，那很明了，那就是他没有来得及刀包包，然后修可爱被包包刀的，反而还报了这个警。那我们这个不聊他们两个人，一会儿听贤成月怎么说，那宋金儿怎么死的也没有人聊，他跟谁抱团也没有人说，我和大强全程抱团，羊刀宝宝有点怪，他跟在我们屁股后面偷偷看我们一眼，好像听到我身份了，然后就溜了。一会儿听贤成月发言过。羊刀宝宝发言，羊刀宝宝是从隧道出生的，然后一直往上走，刚到地牢就发现大萌和大强鬼鬼祟祟的要在那儿对身份，然后我就帮他们放哨，我在那边看着，我没有听到你们俩说的任何消息。那么在我这儿看来，就是包包把修可爱给刀了。那么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修可爱是意大利，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修可爱是只狼，然后包包有刀很害怕，因为修可爱和贤成月一直追着包包走。那么有这样两种可能性，就是大萌，但是大萌为什么要保包呢？我不知道大萌保包包是为了什么。可能是因为听三三说，就是说所谓的贤成月说了一句卧槽，就觉得很有道理，觉得感情很真切流露。那么我们可以听贤成月发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场到底是怎么样的，把麦交给贤成月。好，贤成月接过麦克风，我底牌就是那么一张蛋牌，是蛋牌的情况下，我想要继续就是在个游戏能够存活的长久，我肯定是想要保命，那我就想要去抱团。在想抱团呢，刚好路过了包包和修可爱和珊珊，珊珊是跟在最后面的，我和修可爱是并列前行的，包包是走在最前面的，包包一边走一边说你们跟着我干嘛，然后我心想能干嘛，抱团呢、啊、然后如果说你是一张好人牌的话，就不会就是说在这个时候
就啊，那那反手一刀就把小 K 给结果了，就在我面前就行凶了，就对我来说是比较震惊的，所以说发出了一句我操，就表示震惊，而不是像王大谋说的那样说哦，我想要双刀，我如果想要双刀的话，我的距离不会离三三那么远，我的距离和修可爱和包包我们三个几乎是揉成一团的，三三距离我们大概有就是地图上的十厘米那么远。没必要那么远，哎，没时间了。但是我底牌是一张好人牌，但是包包这一刀，我觉得他不像是一张好人牌。我这局应该是要投包包的过。OK， 全员发言。那鱼子酱被谁刀的呢？哦，不是，宋酱被谁刀的呢？所有人都有爆团信息，就鱼子酱没有，所以我觉得这轮先出包包吧。然后鱼子酱也爆刷过。为什么九月要那什么？我大声喊一下，我是肉汁儿啊，我是肉汁儿啊。故意放言，鱼子酱包肉吃，宋静儿只有你杨刀刀和鱼子酱不在场啊，先出包包，下一个就是宋静儿，我和小温九月三人全程在一块，珊珊和朱大强对吧，还有王少睡到你聊不了，你去哪里了，这故意好不了一点，我跟你说啊，这故意铁坏还好不了一点，我们三个全程在一块，票型不对，那有可能鹈鹕吃到加拿大了，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我知道是谁了，没有，是他刀的。Okay. 刀的哦，刀的 ，OK OK。你这个神头鬼脸，你还你刚刚去哪了？我们三个人在一块，我们全所有人都在一块。我从隧道往。你去哪了？大魔那你什么身份？你能自证吗？你能自证吗？我跟你聊不了一点。你能自证吗？你我感觉你要刀我是吧，我就你问题很大，我不会骗人的，太危险了，哇来不及了，哇全对，大强全对，果然是他们仨，死吧，刀了个鸽子，刀了个鸽子，可以，说实话，你这一刀上来刀了个鸽子，感觉聊不动，聊不动，聊不动。还是警长，我没有反应过来，我是我报的警，我是那个这个颜色换了，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是我。